但是得带吗？但是刚刚一下子来就没有了。路北送了，说按钮应该不同一点。那里面跳鱼，那边跳风筝啊，有了，可以了，可以了。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话。路北送的时候按过了，今天应该很坏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讲话，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啊 ！OK， 所以来，前面是讲 Hello 傻叶虎牙妹，下午好，来下午好，来，苏西用今天 Lady Gaga 找虎牙妹，是嘞，我开 WiFi 跟 Data 不能呢，来，刚才断线了，对，所以来，我当刚刚你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OK， 重新再看多一次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啊 ，OK， 我们重新来过，当做刚才没有发生过 ，OK， 忘记刚刚 ，OK， 来，苏西又讲 Hello Hello， 苏西你好 ，OK， 来，脚不要动，不要动，脚不要动。OK， 不要笑啊，傻叶，我讲话。来，临时演讲分享了，谢谢你。来，傻叶虎牙妹，下午好。来，下午好，安东。那现在分享了的朋友，不要打上二号了。今天二号对我来讲不敢来，你们今天打上八号给我。OK， 分享了过后打上八号上来呀、啊。OK， 分享打上八号啊。哇老喂，我累了。来，应用打上八号哦，因为呢我已经换掉了，不要给他打上二号了，打上八号上来。有分享了过后打上八号。所以把刚刚那一场直播就忘记了、哦，这个是效果吗？哎，提前没没有啊？提前没有演练啊？这个脚不够力啊，脚软。OK， 没有啊，明明刚才提前没有演练过，没有摆，没有要这样子的。刚才不是这样的。对 ，OK， 所以来大家，你们呢先帮虎牙妹我分享直播先啊。OK， 来怎样分享呢？为啥又这么又 kick 在这边呢？是我电话 kick 是什么？来、okay, ，大家来，刚才来进来的朋友来，再继续帮我们分享出去。对 ，OK, okay。分享分享。今天你们再帮我分享啊 ，OK。那这样分享教到你们一次，记得按分享这边，然后记得按上发帖。过后呢，你们就会按到看到这个公开分享，请按进去，按了进去过后对吗？再按这个发帖出去，你们就可以呢拿到这个 share。等下呢，我就会给你们这个优惠价格了。什么产品不知道？你们等下就知道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产品，你们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要讲。OK， 知道也不要讲啊。OK， 来，Yvonne 讲吧。好，来 ，Yvonne 记得公开分享先，因为呢，这里呢还看到你还没有公开分享哈。OK， 来呀，哎，我要给你们看一下虎牙妹这个什么落魄的样子。哎，这个谁来的 ？Sorry， 这是谁来的？哎，这谁来的？哎呀 ，OK， 再来 ，OK， 你们给我来给我看一下先啊，打上八号了没有？傻叶顶地来，流汗了咯，刚刚。哎呀，来。好彩好彩，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不然我都不知道要讲饭了。哎呀 ，OK， 所以我们要重新来过，什么东西没有发生？来，Wendy 也是八号，来 ，Wendy 记得公开分享 ，OK。那么大家记得呢，今天这个产品来讲哈 ，OK， 我讲过一次啊，它是可以让你们呢在家里呢 ，OK， 有在家里用，或者是你们带出门用都可以的 ，OK。包括你们今天它的吸水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OK， 强到呢今天呢可能你们家里平时用的那一种都没有那么强啊。OK， 再来 Jenny 也是八号，来记得公开分享直播间啊，先帮我人数冲一个三百先可以吗？给我们达到三百人先，还回我三百人啊！三百人在哪里？还回我三百人，哪里 ？OK 吗？不要这样，或者是你们一人给我一个小爱心啦。OK， 一人给一个爱心可以吗？我知道是什么。
知道也不要说 ，OK， 知道也不要说 ，OK， 来呀、啊，大家先帮虎牙妹我呢300人先好不好？你们一人分享一次呢，就会有200次分享，然后呢，一人按一个 like 呢，就会有200个 like。因为呢，虎牙妹有点可怜了啊，又要忘记刚刚那一场直播，重新再好像没有讲过这样跟你们讲，很难的，你懂吗？所以呢，你们得小鼓励我 ，OK？ 所以300人啊，所以才一个人跟我讲哈，重新来过，我讲是啊。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样。我们当做什么都有发生过，我们也，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等一下需要做什么。你们也没有看过 ，OK？ 当没有看过啊。再来，太后也是8号，谢谢你们了。来，人数有上到，很可以。那继续 ，OK？ 300人可以吗？还回我300人，不然我跟他 Facebook 杀掉哈。来，朱咪也是8号，谢谢你，我也好像知道了，不知道你什么知道，不知道 ，OK？ 来 ，SSU 来8号，谢谢你 ，Coco Apple 来虎牙妹加油，哎呀，谢谢你哈，哎呀，真是浪漫的你们。来呀，大家220个人了，还差80个人。那么现在来讲呢，我相信你们都有分享，但是你们能不能一人给我一个小爱心，一人给一个爱心可以吗？一个 like 啊，爱心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哎呀，突然有人给我加油了嘞，可以嘞，啊，你们也懂很难是不是？上一秒当中没有发生过啊，真的是有点难。明明经历了，但是要却要什么都不知道。是，不知道。OK， 来 Jacky 也是8号，谢谢你。OK， 来 Yvonne 分享了 ，Yvonne 应该是还没有公开分享啊，但是没有关系啦哈，因为呢我看到你好像还不会公开分享，我这里教你先。OK， 那记得你们要怎样得到这个 share 呢？很简单啊，当你们去到我这个主页了过后，对吗？你看啊，它这里有一个分享的，你按了分享过后呢，你按发帖，发帖了过后，你的这个呢发帖对象你要设定公开，你不要设定自己看哦。如果设定自己看来讲，对吗 ？OK， 你就拿不到这个 share 了。而且为什么要你们分享呢？因为如果今天你们帮我分享了，对吗？你们等下可以直接抢购优惠价格，而且今天这个产品来讲，真的很多人都在抢。如果等下你们有看过了的朋友，而且你们有买过，你们一人可以给我一个你们用过了的心得，好用啊，还是什么，打上来给其他还没有买过的粉丝知道一下。啊，有看等下知道是什么，你们一定哦会受很多好评的。我知道你们都懂，翻不懂一下。不要懂。OK， 来要带也是加油加油，哎呀，谢谢你们，来300人，对，帮我欢呼一下，还有770个人在哪里 ？Hello， good 啊，谢谢你们啊，来下午好，来下午好。Hello， Tiger and Sayid， good afternoon， 来冰冲，来，你刚刚还没有进来是不是 ？OK， 不用紧，来先帮我分享先，冰冲。OK， 不是500人吗 ？Desmond Lau， 每次500人没有新鲜感。OK， 我就是讲300人，可能你帮我突破500人，我就很厉害哦。哦，我还有讲嘞 ，A C R E 哦，有没有啊？原来这个是用行动来证明，跟我加油的，你懂吗？有没有？我要看到你有汇款啊！我要看到你有汇款啊！谢谢你，我还没有示范呢。哦，可以这样子的吗？来，你这个是用行动来跟我加油是吧 ？OK，thank you。OK， 来 ，OK， 大家，那么今天来讲呢，你们一人按一个 like 过来，小叶多少个 like 啊？多少个 like 啊？可以给我看到至少有100嘛？100啊！你离你的那个梦想还有一半，一半啊，就是连50都没有了。啊，是啦，44了，40多个了，不错，不错不错，再继续加油啊！你们是最棒的，所以呢，没有关系，动一动你们的手指，给我一个 like 啊 ，OK。那么来啦，现在我们先进去先，好不好？我们先进去先，因为呢，我相信你们都会帮我分享的。你们按越多 like 哦，就会呢，我的观望率就会越高，所以呢，就越多人进来，明白吗？所以呢，你们呢，先帮我去按 like 先，来，小叶，我要进去。来，现在我们要开始了，我希望我的不用再重新来过了哈。哎呀，我刚刚走了这边3、4、5、6遍，所以呢，现在呢，我就要重新给你们看一下。OK 啦，今天这里啊，我给你们看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对于你们来讲呢，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而且你们用了我这一个东西，你不会再去外面找别的。OK， confirm 啊，包单，你们不会再找。为什么？因为第一来讲，我的这个是超级无敌吸水；第二来讲，它骂你们家里的油迹啊、油分啊，还有那种灰尘的东西，是完全呢可以让你们呢一层啊你都看不到那种小尘啊。做家务小能手，小帮手。对，它是小帮手，而且我在过年之前，在过年这个今年的过年啊，卖到它断货。对，卖到它断货，顾客跟我讲，今天我要，但是我挖不出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太好用了。所以等下呢，有买过有用过的，可不可以你们打上你们的好评，给其他还没有买过的人看一下 ？OK？ 那么来，小叶准备一下，我相信看，
让300人了。哦。OK， 他们还回我300人，还剩30个人不用紧啦。OK， 那你们继续啊。所以呢，今天呢，给你们看一下啊。OK， 有看过就当重新来过啦哈。OK， 那么今天呢 ，OK， 为你们介绍就是这一个Super Microfiber。OK， 那今天这个产品来讲啊，不要觉得为什么在这个直播要去展现这一个布哦，它到底有几厉害哦 ？OK，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布来讲，它是超级无敌吸水的。厂家在外面来讲，它是没有一包一包卖，它都是单片的。单片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吗？它是呢独立的包装。你在外面买呢，你是这样子一片一片买的，而且一片一片买。我跟你们讲啊，厂家外面卖一片这样子啊，9.9块9.9块9啊。那么今天这个来讲，它是超级无敌吸水以外，你骂玻璃，你可以骂玻璃；你要骂窗口可以，你要骂你的 Lamborghini， 你要骂你的跑车，全部都可以的。什么都可以啊。对，而且为什么？因为最主要它的毛它是非常柔软，是用竹纤维来制成的。OK。纤维啊。对，所以来现在呢，我叫傻印呢做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先。OK， 那今天我们准备了2片布，那么今天第一片布来讲，它是怎样的呢？那就是你们各大呢都会有用过的。Yeah。它是好像什么麻布是吗？你刚才讲。麻布、啊。有一点麻布又不麻布这样子，有一点。粗的。很粗的，所以当你们来抹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很刺刺这样子的。哎，不舒服。对，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今天来讲，它是不是采用最好的布料？我没有讲它抹不到，它也是抹得到。抹得到。只是你要重复性做3到4次工。抹一次洗一下，抹一次洗一下。对，所以有分享了的，等下打上8号上来啊，因为你打分享了，系统抓取不到啊。那么来，现在直接做这个示范给你们大家看先。那实际呢，这里呢，我们闪电是用这 Super Microfiber， 我们会有对比给大家看。你今天买的布跟用的布，我直接当场做实验，而不是等到你们好像叫你们关播了再看，我直接做给你们看了、啊。来，傻燕，你把这个酱油哦倒这两排 ，OK， 喂，你不要射到我咧，我今天白色裤子耶，啊，等下我叫你回去帮我拿来洗。那今天你看到吗？倒多点不用紧的 ，OK， 我们倒很多啊 ，OK， 那个酱油应该是傻燕有股份的，OK， 那今天我会做这个对比给你们看，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因为第一来讲，我要给你们看一下，今天如果你们家里或者是你是做茶室的，你开餐厅，你的。餐桌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客人的copy杯啊、碟杯啊、碟西杯啊，什么都好，都会弄到你的桌子。当你们今天要抹的时候，来，你用这个普通的来抹给大家看一下先。这种普通的啊，来抹一抹，抹一抹啊，抹普通抹咯，抹咯，嗯抹啊。哎，你会不会抹地的？哎，好像有一个。闪雷这样子 ，OK， 那好了，就按普通这样子骂啦 ，OK。真是骂吸不上来了。那 OK， 这个是我们傻一普通讲，好像你们普通在家里骂的这样子，对不对？啊、可以了 ，stop 了 ，stop 了，够了，可以了。那么今天你要重复几多个工，你们自己看。你要洗了一轮再来骂，又再洗一轮又再来骂。这个来讲，如果你们是开茶室给顾客看到哦，跟你讲很肮脏很dirty，对不对、嗯？那今天如果你用我们的这一个 Super Microfiber 的话，我告诉你们，它是完全可以吸上来，是吸上来的那一种啊。对，来傻一，你把它放上去，然后你从这边拉去后面。我坐在这边啊，一次过啊，那个布湿了没有？湿了啊 ，OK， 那这样子按一下、啊，会用吗？看了，你不用拿来抹到很辛苦，你这样子拉着过细它就好了。我两个手指拉它啊，两个手指。大家注意看啊，如果等下有看到那个效果，有看到分别的话，来打上一个有字啊。对，那啥也来了，得了，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的朋友来打上一个有字给我们好不好？你们自己看。我们是完全把它给吸上来的，你看到吗？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的朋友打上一个看到上来。今天如果你们用我们这个 Super Microfiber， 我问你们，你们还需要重复性做吗？不需要，因为今天我们是采用最好的布料，叫做竹纤维，它吸附的能力是强大到七倍的。对，七倍啊！所以今天傻叶只需要在上面轻轻的走过，它就可以完全的干干净净，全部吸到完干干净净。看到吗？所以来，而今天这一个来讲，我们傻叶卖了多少轮？你看到吗？它还是很肮脏，因为第一点来讲，它的吸水能力不好，所以今天你卖了又再卖，卖了又再卖是没有用的，对吗？所以今天你看到吗？卖了多少轮还是那么肮脏？所以来傻叶没有做手脚啊，你把这边你卖干净给他，不然人家讲这边呢，你要弄特地弄掉了啊。那傻叶今天呢，来呀、啊，帮你做，哎呦，那边看到效果了，很厉害哦你。
哎、看到吗、哎、为什么？因为今天它就是吸水能力好，所以当你们所有的污迹呢去到哪里呢，它一去到它就是吸上来，它是吸上来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吗？那么来今天呢我要教你们怎样去洗了。洗来讲很多人都会问我会难洗吗，它洗了会不会有臭味，然后今天呢它洗了过后会不会脱毛，一定会很多人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对不对？来今天撒叶准备水，水来啊，水外彩 ，OK， 放下来。那今天我就在这边洗给你们看，为什么？因为我这里没有水喉，所以我就用一个盆洗啊。那你们看，如果你们家里平时抹到那么肮脏 ，OK， 你们今天要洗会难洗吗？不会。但是现在来讲不够肮脏，来撒一单巴下去先。单巴还要单巴。单巴给他们 ，OK， 来呀，冰川讲哈哈 ，just now busy meeting， miss， 什么啊？OK 姐 ，OK 姐 ，sharing like very nice to use。哦哦哦，什么 ？OK 姐 sharing like miss like 哦。刚才那个 OK 姐卖的。哦哦 ，OK 那个 E2 是吗？来 ，Heaven start the God potato face 了，有没？刚刚有 potato face 没？是没？可能哦，没有办法，因为啊，他们很喜欢给我 potato face 的。那今天呢，加了下去对不对？来，撒叶你要洗啊，好了好了，那个酱油要钱的嘞，撒叶。OK， 好像你有古粉古东酱哦那边。OK， 那今天给大家看啊，肮脏吗？肮脏吗？那么来，撒叶你放下去洗，放下去洗，对，放下去，给它放出来。哎呦，有没有看到？你们可以看啊，今天撒叶只是需要把那个布放下去，然后轻轻的拉一拉，它就可以把刚刚的肮脏的酱油全部给渗透完出来。那么今天很简单洗，如果你家里是用那种普通那种水喉洗的话更加简单，为什么？你用水去冲一冲它，所有的酱油全部都会脱落下来，所有的酱油都会脱落。那么来今天它干不干净你就可以看到了，刚刚所有的酱油就是这么简单去清洗罢了，因为当它遇到水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脱落，所以你们今天不需要用很像很多的肥皂跟大量的清洁剂去清洗整件布，而且最主要这一种你们要搓，搓了过后你要放肥皂，放了肥皂过后还洗不干净还有味道，你要怎样？用热水来蒸着，用热水来泡着，对吗？这些都是所谓妈妈在家里都会做的，对不对？那么来今天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效果？有吗？那么来呀、啊，大家，谁想要抢购优惠价格的，你们打上一个二号上来。你今天想要购买这个批发优惠价格，你想要买回家好用，你打上一个二号。想了解价格，打上二号 ，OK。那么来呀、啊，今天我想看一下多少个人打上二号，我马上给你们优惠价格。当然，今天我先话说在前面先，我今天的优惠价格这几个呢没有很多，为什么？因为厂家。来到它只是两箱，两箱里面一箱里面就会有多少包？30包，那么两箱就有60包，所以今天大家我只有60套给你们选 ，OK， 只有60套可以抢购啊！要知道价格打上二号上来，我先做到最后一个示范先。那么今天这个最后一个示范来啥耶？这里的人都很想看的。哎，这个你们每一家每一户哦，只要你们有在家里有煮菜的，嗯，你们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天敌。天敌。那个天敌啊，来来来来来来，我这边。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新的啊，没有卖过。我跟你讲，你不卖干净啊，等下你喝谁？那完蛋了，有点。那。今天在家里你们煮饭的时候，把妈咪，你们自己问你们自己，是不是你们煎一个鱼，你全部煎完鱼的时候，那个什么 gas 炉、电陶炉、电磁炉旁边周围都会有什么？桌面周围全部都是油油剂、油分，对吗？对吗？那么今天你们没有可能拿整个电陶炉跟电磁炉去洗，你们唯有就是怎样拿来骂。骂的时候，如果你用这普通的不吸水、不吸的，你们今天骂来骂去，等于什么？没有骂到肮肮脏脏。所以来呀、啊，现在这里呢，很多人都很想看的是什么？油分，油分今天它能不能一次性的吸上来？你们这里呢，看这个对比，做了这一个过后，我会报价让你们选抢购。记得啊，今天只有60套给你们抢购罢了 ，OK？ 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我一报价，你们一定会抢上2包。OK， 每一个人都会想象2包，因为2包更加优惠。OK， 来，现在把油放上去了，对不对？你要给大家看一下有油了不了这样子的。真的是油来的啊，不然人家以为是水啊。真的是油来的。OK， 油啊，可以、啊、可以，来煮一煮先。
OK， 油啊 ，OK， 来，今天如果你们家里每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油分清理不到、洗不到，很肮脏、很 bad check， 妈咪煮饭的时候，对吗？今天你看啊，我用这一个普通的来抹给你们看，抹这里啊，抹这边啊，是这样子抹的，对吗？对，是这样子抹的，是这样抹的 ，OK。那今天你们看啊，那撒叶抹了一次，对不对？来，再用别一面再抹多一次嘞，折起来嘞，妈咪都会折起来的啊，再抹多一次。OK， 可以了，可以了。那今天抹了一次，对不对？那把这个吸油纸放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抹干净 ？OK， 你到底有没有抹干净啊？那这个是吸油纸来的，所以我会放在上面叫撒叶吸一吸，还有没有油分残留在这个电磁炉上面啊 ？OK， 那。叽叽叽叽，没有叽叽叽的这个 UU 哎哦，叽叽叽叽不出来了。OK， 那放上那个，对呀，可以。OK， 看到吗？闪在上面。有没有看到？有看到的朋友来，你们打上一个有给我看一下。OK， 你看到吗？即使撒叶今天用布抹了两轮，它今天的电磁炉、电陶炉上面是不是依然还是油油的？然后今天我再用吸油纸吸上来，你看到吗？五指山都印出来了。OK， 那如果今天有撒叶的粉丝，等下你有买，我就寄一起寄桶给你。OK， 对。那么今天这里 ，OK， 我们就用我们 Super Microfiber 啊。洗干净了，对吗？来抹给他们看，你今天怎样来抹给他们大家看一下先，因为哦，我想要啊帮助更多的人节省工作。对，奶奶，一次过过了，一次过，一次过啊，一次，如果两次我就打你的头。OK， OK， 那如果等下你们看到效果的朋友啊，相信我啊，你们今天直接带走两包，因为今天两包的价格更加优惠，有看到吗？刚刚的分别你们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吗？来，我现在 zoom 大一点给你们看一下先啊，那看啊，干净吗？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我今天要用来做这个对比给你们看，肮脏的、油油的，依然还是会这样子的，有印的，对吗？那干净的话，今天是你连那个印啊你都看不到的，有吗？有看到分别没有？我们这里用这个啦，哈，我们这里照样用，一样来，我们一样一样对，一样来放上去，来放上去啊，对，放上去卖给他们看，对，要公平的我们。我大大力嘛，大大力跟他大大力摸出去，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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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看一下，今天看到吗？他没有任何的那个五指山，没有手印，你们可以很清楚、很了解、明确的看到那个分别。你们自己看有没有看到分别？你们有没有？有吗？来呀，大家，我准备报价了啊！今天我只有60套给你们抢购，60套。那么今天一人带走两包来讲，只有30个顾客呢可以抢购到。那么来，大家要的话，我现在准备报价了 ，OK， 准备了啊！有多少个人打上二号了？啥意？有多少个人打上八？很多人打上二号啊！确定吗？我来看一下先，很多啊！哎呦，真的是很多。这个真的是很好用。来哇！我还没有报价，就有人抢两包了啊！来啊 ，Jackie 笑，你很冲动了啊！因为呢，你看到北达喊了，对不对？我还没有报价，你就抢了。你相信我们给的价钱，对，一定有。你相信我们，对不对？对不对，来啊，今天来撒叶一片，一包里面有多少片？跟大家知道下。来，我们拿一包里面啊。12片，十二片就是一打的意思咯，一打，对，12片，一打半打6片，一打就是12片啦、啊。所以今天一包里面有12片，听好好来，厂家在外面原价它是独立包装卖的，它没有一包一包卖，它是独立包装。一片卖9.9块，外面人家卖1片9.9块，来撒一算，搞过来得出来，快速的，1片9.9块，12条多少钱？算给他们看，一包有9条，12条，我现在要报价了，我先给你们看，9.9块乘以12片。等于一包就是118块，118块。看啊，一片9.9块，你买一包来讲，里面12片就是一包118块哦。今天请好好来，厂家的批发优惠价格只有60包 ，OK。如果今天你公开分享直播了过后，记得你现在呢分享了，打上8号了，对吗？你可以抢购了。今天一包里面有12片，那么今天的优惠价格就是一
包，我不要你118，90块我也不要 ，OK？ 一包今天只需要60令吉。对，一包12片只需要60令吉。那么今天如果买上两包的朋友更加优惠，因为两包啊，60加60，120嘛，我也不要。你买上两包，我直接做100块给你们。100块两包带走。两包100块啊！要的朋友，你要一包打上 A+1， 你要两包打上 A+2，就是这么简单。一包里面有12片，两包就有24片了。OK， 要的话直接打上来，相信我，你买上两包会更加的划算。OK， 对啊，如果你拿上两包哦，100令吉的话，你拿到24片，一片除到来4块钱，而且大家听好好来，今天。听好了呀，有下单有分享的朋友，如果你们在24小时里面汇款 ，OK， 汇款啊，我今天做西马免邮，西马免邮费啊，对，今天罢了，24小时汇款西马，今天，所以你今天不用给，你不用好像特地给我一个10块钱的邮费，总之你今天下单了，你在24小时里面汇款，我做西马免邮给你们 ，OK， 西马免邮啊。只有60包，一个人拿上两包来讲，基本上只有30个顾客，对吗？对，我数学对吗？对哦，2468，2468，246，对啊，对，没有做错。OK， 来呀，记得一定要公开分享，如果没有公开分享的朋友，你抢购不到这个优惠价格啊。OK， 来，哇，很多人下单了，我转一个头罢了哦。OK， 来呀，要改单要下单自己打上来。OK， 要改单要下单自己打上来。两包100令吉，要的赶赶打上来，西马免邮费。对，所以如果你要一包是60，两包我直接做100块。100块，你不用给我120块呀、啊，我不要。100块就是150块。对，150块。对，还要包邮费啊。OK， 还要包邮费啊。所以今天24小时汇款才有嘞。对。OK， 那今天这个做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来讲，它呢可以拿来卖什么？玻璃、窗口、电视机、电脑，全部都可以。如果这里呢有你老婆在看，你们觉得她辛苦了做家务？为什么你今天做家务你会觉得辛苦？因为今天你重复在做同样的东西吗？你骂了过后你又在骂，骂了过后你又在骂，你会怎样？你会觉得哇，我今天骂了东西啊，两三轮了过又是这么肮脏，这样肮脏，对吗？你要洗那个布，要洗到半死，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们如果家里呢 ，OK， 真的是想要老婆轻松一点，买两包回去给她用。而且呢，我跟你讲，买两包啊不够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用的好用，你会跟你的隔壁邻居share。对。哎，这个好用嘞。啊，然后你朋友来你家，你又会给他一条拿回去的哦。然后呢，你分析啊，就好比小的 ，OK。所以今天你可以买两包在家里囤着用。所以呢，刚刚我有看到我有很多好评哎，给我看一下先啊。来，刚刚有的是来Q Q 干讲这片布很好用，哎呀，谢谢你啊 ，OK， 谢谢你 Q Q 干。所以来，所以有用过呢，你们打上你们的好评上来先。来，有这个是什么 size？ 长的话33cm， 宽度是24cm，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当你的老婆在把这一个布啊拿来扭水的时候啊，它不会伤到它的小手 ，OK？ 因为呢，它的毛来讲，它是很柔软的，不会你转到你整个手粗粗掉。对，柔软得来，它今天不脱毛，它不是那种长毛的、啊，你不要拿那种长毛的来讲，长毛它今天都会脱毛的。那么今天呢，它是非常柔软的，你看到吗？所以今天它不是硬硬的那一种 ，OK？ 那么现在来讲呢，要带你们去抹玻璃了 ，OK？ 来呀。我们现在去抹这个玻璃，玻璃来讲呢，小叶要用那个 ，OK， 那给你们看一下，如果你们家里呢有这一种 ，sorry 啊，给你们看啊，有这种灰尘的地方，那有灰尘，来小叶，我不够高，由你来，够高，啊，这里啊，啊那种灰尘的，给大家看一下，有，看到吗？有吗？这种灰尘的地方呢，你们在家里你们可以呢 ，OK， 自己在那边抹。但是我跟你讲，今天我这一个啊 ，OK， 它是没有水的啊，刚刚有水的是紫色是吗？今天我是用干的，用干的来抹给你们看，它连粉状灰尘都可以吸上来，而不是呢，今天呢你抹灰尘，它会飘，然后吸到你的壁纸去。来，撒一抹一抹给人家看。对，我抹这里了哈、哦。嗯。哦。哇，那有看到吗？
今天有看到吗？如果你们拿来骂灰尘，你敢敢骂？而且最主要什么？这么干的布，它都可以骂到那个灰尘，全部跟它吸附上来，粘着它。对，吸附上来，粘在这一个毛这个布里面。所以你们看啊，你们不用用那个什么水呀、啊，有时候骂了那个用水骂哦，你们还是骂不干净，看到那个灰尘飘来飘去，对吗？那你看啊，它是完全给它吸上来的。来，表茶叶再骂别一边给大家看一下，好，骂上面。呀、看到吗？来，这样子直直打横给他们看，有没有看到？干净吗？你一骂，它是直接是干净的那一种，直接是干净的，你看到吗？那个这种边边很多灰尘，黑黑的，它是骂到很干净的。而且如果你的家里呢，有时候有一些小孩子粘那种 sticker 啊 ，sticker 他们粘了过后呢，他们灭掉，它会有那种硬的嘛。那么今天你们也是可以骂的，来，傻叶骂给他们看那边。这个啊，这种这个啦，这个啦，这个比较明显。那 OK，、今天你骂骂 ，OK， 那今天在你骂的时候，对不对 ？OK， 它可以呢、非常非常干净的，有没有看到？对，看到吗？啊，这一种。啊，你看啊，今天呢、撒叶骂了一点点是吗？好，给你们zoom大来看，看到吗？刚刚那个 sticker 的印呢，它会完全没有掉。来，撒叶这边还有一点点，再骂掉它先。啊，板奶，看到吗？所以那种有硬硬那种 sticker 的硬呢，它都可以完全在干的情况之下抹得干干净净，有没有看到？这里有看到的话呢，给我一点回应一下。来，撒叶这边还有一点点啊。OK， 那今天撒叶，来，撒叶给你看了先，那个硬硬的。OK， 来抹。有没有看到？所以今天当你抹的情况之下呢，你看到吗？撒叶就是这样子一抹抹抹抹，它就直接是干干净净了的。有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所以刚刚那种 sticker 的印记啊，全部都会抹到非常干净。那么当然，今天你们抹了过后，对不对？你们可以去一样清洗。清洗的话，你们就可以去到你们的那个水龙头里面，然后去清洗它。当然，那个过程来讲也不会很难，因为呢，它今天用水冲，它就可以洗到很干净了的。OK， 来，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先啊。来，东马的运费是多少？来，东马的运费来讲，今天啊，东马来讲对吗？它今天一包来讲是一个15块，是吗？看一下、OK， 东马的运费来讲，今天给我看一下是12块，一包12块，你买上两包就是20块，这是东马的运费啊。OK， 东马的话越买越多越划算。对 ，OK， 来分享了，谢谢你。来 ，Lenny 也是 A 加一，可以没问题。来 ，Penny 第二也是 A 加二，好用，抓到很舒服，对吗？真的，真的，很柔软。就如果你要拿来当你的宠物的毛巾，或者你的 baby 冲完凉要抹身体、这个真的非常柔软，非常柔软，对吗？对，而且有时候你们除了拿来骂这种东西，你可以有时候 baby 要他们要骂声啊，骂声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骂的。对，因为它不会伤害到 baby 的肌肤，它不是硬硬粗粗的毛，它是柔软型的，你拿来骂汗都可以。骂汗啊什么？很柔软。OK， 来，两面的布质都一样的吗？肯定一样。两面都是一样的 ，OK， 样的、没有分的哈、啊。来 ，Daniel Wong 也是 A 加二，可以没问题，已经带走41套了 ，OK， 可以没有问题。那么来呀、今天只有60套，那么已经带走41套了啊。所以你们要的话直接打上来，因为呢，我相信你们每个人打上2包2包啦，真的是很快就没有了的。对 ，OK， 所以来给我看一下，刚刚有在前面，刚刚后面进来的，你们想要看示范的话，打上一个2号上来 ，OK。没有看到前面示范的，打上一个2号上来，我重新做给大家看一下先。那么我讲它吸水，是不是真的吸水先？真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要做给你们看。OK， 来 ，Great Strong A 加一可以没有问题。OK， 那来 Free Postage Right， 来 Daniel Wong 对的。如果今天你是西马的话，你在24小时里面汇款，我今天就 Free Postage 给你。对，西马免邮费。OK， 对，只要你在24小时里面。对 ，OK， 所以来撒叶，现在来讲哦，来一包有多少条？一包有12条，12条啊。那撒叶现在来讲哦，你要吸水给大家看，对不对？吸水的。那来撒叶，你要把两片布放好来，对吗？哦、吸水吧。你要做那个两个吸水啊。啊，刚刚尿啦，尿啦。OK， 那你放下去。OK 啊，吸水能力好不好？你们用眼睛就可以看到。撒叶现在来讲哦，你放两个放在这边了，对吗？那你这里呢，给我倒一条，然后这边也是倒一条一次。哦，就是看吸水能力啊。来，大家注意看啊，我现在倒这个酱油在这个布上面。对。啊，再倒这一个。
OK， 你要顶掉后面去的。那现在来呀，我给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打了一次的效果。OK， 那这里呢是撒液，也是打了一次的效果，对吗？来，撒液你再放回去，倒第二轮给大家看一下先。第二轮啊？对。要不要倒？肯定要，让你放回上来吗？然后呢，你两轮、三轮两个给人家看就可以了啊。这个是 A， 第二轮。那这里在第二轮。第二轮。OK， 那这边第三轮。第三轮。OK， 那这里第三轮。第三轮。那这里第四轮。第四轮。OK， 这里也是第四轮。这就奇怪了。OK， 你开上来给他们看，直接开上来就可以了。我两边都倒了四次来给你们看啊。看到吗？它是完全不吸水的，而我们的这一个来讲，你有看到吗？它是一滴都没有渗透出来，这个就是什么吸水的能力。它今天是完全是吸着你们的水，而不是呢，今天你边骂边肮脏，边骂边肮脏。你今天找一片布，最主要什么？不是够大片。很多人之前呢跟我讲，你买布一定要买什么大大片的才吸水，错。今天你买布不是要买大片的才吸水的，你买布最主要是什么？它可以吸附能力很好。一定要找竹纤维的布料，所以你看到这个差别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今天吸水的能力高达到哪里。同样是四次，那么今天为什么这个已经渗透完出来，你们就可以直接可以了解到了，明白吗？因为它今天采用的布料，它的里面只能在5%，就是5%，完全吸不住那个水的，看到吗？那么来，我们这里呢也是一样。有没有看到那个差别？它是漏，一直一直漏，持续在漏。我们的这个是完全没有 feeling 的。吸水能力你们自己看，你们就懂了。对啦 ，OK， 来呀，一包有多少条？来，我有回复了，对吗？来，石油可以清理吗？就是油分，对吗？油分啊，可以呀、啊。OK， 所以来，你们刚刚前面还没有看到示范的话，你们打上一个二号上来。打上一个二号。对，我重新做这个示范给你们看啊。那啥叶，你扭出来了。你要抹干净了沙线吗？我抹完全部扭出来啊！抹干净全部扭出来了，给人家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有吸进去嘛 ？OK， 你们先给我看一下，如果前面还没有看到示范的朋友，打上一个二号上来先。OK， 那 OK 可以了。Hi， we would like to reconfirm free postage is only for if two patch 没有啊。OK， 今天我不管是你们是吸啊。你是买一包还是两包都是一样，是西马包邮 ，OK？、嗯、你买一包还是两包都是西马包邮。来，这个布超级好用又吸水，谢谢你全全。谢谢你真的吸水，你们自己对不对？我讲啊，一百次啊，肯定可能有两个人相信不了的。你们讲一次啊，有无数的人相信。有买过的人哦，来可以打上好评再来。对 ，OK。所以今天你买一包两包都是一样的 ，OK？ 买一包两包我都是给你洗码包邮，但是要24小时里面汇款 ，OK？ 那今天呢 ，OK？ 洗完了对不对？那茶叶现在呢，你就洗干净它了 ，OK？ 洗干净它。洗干净。你的水呢？时间来看。哇，这个水肮脏到啊！肮脏啊！没有关系，肮脏一样可以洗干净啊。是没有。那看啊，这里肮脏了啊！看到了。我这样冲水还会被掉。可以啊，你试下喽。哦，真的哦，你再洗一下。哦。哦。你给我洗这样子洗干净哈、啊。来，头发秀也是二号，你这样子扑一扑就可以干净了没？我看一下。衣服还漏掉了，你看到吗？是我。那么今天你看到吗？它清洗的能力是非常的快的，就是你完全呢不用用来搓，你都可以洗到很干净。它会自己整个来讲呢，会直接流出那种啊脱落那一种肮脏的污迹的、啊。所以你们用了这个布垢，你们不用在家里哦，好像你们每次哦，洗那个布要倒那个洗碗机，对，然后弄好像那个打太极这样，一直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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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搓搓。搓到你这个手啊，那个 Master 大哥，对吗？而且呢，有时候啊，它那种细菌很多，为什么？因为很臭。有时候为什么你会闻到你的布很臭？第一来讲，洗不干净；第二，它那个味道会持续在那边，很多那种苍蝇啊会围绕着。要用清洁剂洗吗？来，周敏，今天看由你们自己。如果你们是比较讲啊，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他是很爱干净的，你们就可以放清洁剂去洗。当然，如果呢你们呢可能赶时间，你们只是同样用水洗，它都可以脱落的。基本上用水洗都很干净。对，所以你要放一点点的肥皂下去是没有问题的。OK， 都是一样，但是只是给你们知道，你不用好像以前这样子洗到那么的辛苦，明不明白 ？OK， 所以来呀、啊，现在来讲了，傻叶你要做第二轮的示范了。OK，、我把这里收一下，给你第二轮的示范先。你要不要倒掉那个水先？
很恶心哎。OK， 我们等鲨鱼倒掉那个水先啊，太油了。来给你们看油油油的，给你们看那个油啊。哪个油？呢，上面不是有油咩？你看不到有油咩？有。好了，给我们看一下，你刚才那个布是洗出来了，那个油。鲨鱼，怎么你要是这样圆呢？所以看那个布呢，那种所有油分呢，你看啊，我们整个过程来讲，我们是没有放肥皂的，啥液都可以把那个油的全部洗到上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那桶水哦，那种油呢，全部都会浮在水面。即使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没有用那个那个什么清洁剂去洗的话，你们都可以呢洗到很干净。当然，如果有些人比较偏爱干净的话，你们可以加一点那个洗碗液啊，或者是肥皂在上面洗洗。OK， 就这样简单罢了。所以呢，很多人都有问那个油可以洗得掉吗？一样的，就好像洒一干这样子洗就可以了。OK， 那现在来讲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做这个第二轮的示范啊。第二轮的示范来讲呢，我就会用一个酱油先。那么酱油来讲，就是平时你们在家里呢都会有。遇到的问题，你们的可乐啊，小孩子的可乐啊，酱油啊，又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肮脏的污迹啊，甜的食啊，甜饮啊，你们都可以用它。OK， 来 ，Price 啊，来 Esther， 等一下，我现在做了这个示范，我再给你报多一次价格。OK， 我先报做一个示范先，你是刚进来对吗？然后现在呀、啊，啥叶那个要钱的嘞，你倒要这样子啊？啊，你是刚进叫我早操。哦 ，sorry 啊。OK OK， 所以来等一下，大家我看到很多人有问我加钱，所以我先做这个示范给你们看先。还没有看示范的朋友，我现在重新做一个示范啊。那现在来讲对吗？我们在平时家里用的这一种布啊，你们看啊，它今天它会很硬，硬得来它今天抹来讲呢，它会很粗，不好用，不习惯，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所以今天这个来讲，外面卖多少钱呢？差不多六七块钱一条，大大条的，对吗？那今天当它抹来讲呢，来，我们先抹一抹给他们看。给你们看啊，它会很肮脏，但你看到吗？它吸水能力它不好的，所以你们要重复两到三轮的这个工作去做，看到吗？两到三轮，你洗了又再搓，搓了过又再回来骂，骂了又再洗，骂了又再洗，重复两到三轮。OK， 可以了，傻义。那现在来讲哦，我们就看傻义来表演这一边了。给你看啊，这边啊，你要打下去。怎么叫哦？做一次工就好。做一次工。次对、啊。做三次可以吗？做三次不要了，一次就好、啊。不要。能一次我们就不要两次了。OK， 能一次我们就不要两次啊。OK， 那现在来想啊，傻叶你要拉不了对吗？拉不了。拉不了啊。啊，我不用这样死命。OK。注意看啊，如果有看到有干净要打上来啊。有没有看到？哎呦！有看到吗？哎呦！有看到干净的朋友打上来呀、啊！你没有推去后面是不是傻叶？后面你看到我在这里拉上来的啊？啊，没有推去后面啊，我们是系上来的啊！系上来的啊！系啊 ，OK， 傻叶，你在麦麦这边给人家看一下先啊，你没有推去后面啊？系啊 ，OK， 你有没有看到？他今天是不用你们重复的动作呢，在那边一直去骂他，他才可以干净。你们用一次性，好像傻叶这样子轻轻的去走过，他就可以很干净了的。所以基本上你们家里的肮脏的东西，哎呦，可以非常的干净啊、哎，你看到吗？你们自己用你们雪亮的眼睛去看一下，有没有看到那个对比？为什么我们呢可以这样子？因为今天它的细痕够力嘛，所以呢，当什么污迹它走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是熟。给它吸上来，吸上来，对，所以你看到吗？很干净。所以当然今天呢，我会做油的示范，当然是傻叶洗完了血的。我今天要挡巴下去先。你要挡巴？对，你要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洗的感觉。你的桶哎，我今天倒多一点酱油在上面啊，倒到干肮脏一点先。哟，我怕弄到你的电话。OK， 来来来。现在洗给你们看啊，我倒了这么多酱油才这样子罢了。我倒了那么多的酱油啊，它才这样子罢了。来撒盐。偷的啊，没有滴水的啊。扭出来给他们看，然后你再吸回上来。扭出来啊。扭啦，刚刚扭罢了。哇老哎，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所有的酱油真的是吸上来的，而不是啊推去后面啊假的，不是啊。那对很多来这边骂电话先。看到吗？所以当你们做了过后呢，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系上来了。过后你们在家里，你们做家务很简单，你今天做家务也好，你骂窗帘，你骂窗口，你的那种玻璃门，你敢敢去骂它，因为呢你不用再担心好像之前这样子会干净净的。来这里傻叶真会系啊，
我真的很细了。是吗？你又会细保龄球，又会细水，不错哦。OK，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洗给大家看先啦、啊。OK， 然后我就会报多一次价格了，直接放下去。洗也是很容易对。啊，洗我不用搓的啊，我将两个蒸两下水。嗯。啊，蒸它一下。蒸它一下， okay, 两下，多少下这里？两下。两三下。两三下。OK， 那今天你看三叶拿出来呀、啊，它是直接是干干净净的，它不有那种污迹啊在残留在上面。当然，如果今天你要用肥皂水，你要用肥皂粉去洗，没有问题，看你们自己。只是你不用耗很多那种肥皂液啊，只是为了洗一片布罢了。对，明白吗？所以你抹完了，你就可以拿去洗，不用抹了又再洗，抹了又再洗这样子。OK， 那今天这里呢，我做了这个东西吗？做了这个效果。当然，现在来讲呢，三叶会洗这片布了过后给你们看，它这种布它要搓到很够力的。一定要放洗碗巾来搓这个。对，我整个抹上去都是。它是油油的，对吗？油油的。因为哦，它今天哦很难洗干净的嘞，它这种麻布麻布这样子的，你要洗的话，你要用肥皂液这样子。而且西北臭的。是的，西北臭。要不要嗅看？我不要，我要呕、哦。OK， 那看到吗？一洗一抹啊，今天这个过程，你看你洗了过后，你又回去再抹，是不是很麻烦？对吗？那么来，现在呢，我们就要抹这个油分给大家看，是油的，石油的示范，可以没有问题。来，现在做油的示范给你看了啊。这个是干干的。OK， 可以了。石油的可以没有问题，我现在做给你们看一下。很臭啊！你臭什么你？很臭。哎，来，现在做油的示范给你们看啊。那今天来讲呢，这个油了过后就得等啊，等到我们三叶这样拿上来给您看，它是有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的。真的是油来的哈，这个不是水来的，自己看都知道啊。等下人家讲你掺水啊。我们看一下先。是油来的、啊。有打 OK 发现了是不是？有看到啊。OK， 那现在这个油来讲，平时你们用这种电磁炉、gas 炉，你洗，你就算洗也洗不到，抹也抹不到，对吗？没有可能拿着电磁炉去洗。那么当然还有的就是什么？当你们要用的时候来啊，小叶，你把它放上去先，把它洗了先啊，用这个普通的来洗它。来，我普通的给你看啊。嗯。放去啊啊啊！搓搓两下，搓搓两下，抹抹两下。来 ，Milan PM 可以没有问题啊！等一下我报完这里啊，我就报价了。这够多油、啊。够多油，很明显。那你再抹多第二轮给人家看先。我用另一边抹 啊。用另一边抹多第二轮。抹，哎，抹。看到吗？这个是你们普通平时用的布啊，它抹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当然现在啊，我做的是别一边啊，那这一旁边，我用这个 Super Microfiber 做给你们看一下，干干净净的一次性做的动作抹给你们看。注意看啊。哇，好像那个牛什么牛龙啊，扭转乾坤的感觉。那现在呢？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分别了，其实马上其实就可以看到，这里是肮肮脏脏油油的，然后这里呢已经是干干净净了。那么当然现在这样子看不清楚，我们就用细油纸呢来细给你们看，干干净净的，然后现在放上去，干干净净的啊，新的细油纸啊，放上去来，转两下，转两下，扭转乾坤两下，转一下 ，OK，、哎、看到吗？今天你们可以看到吗？如果你们平时用这种的来做，你抹了过后，它今天你的这个电陶炉、你的电磁炉、你的板上面都会持续还有油分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在家里没有办法清理干净油分的这个关系在里面。那么当然，今天做到这边，我们也是要做这一点给你们看，让你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抹了过后还会不会有那种油迹粘在这一side的。OK， 来。哎，这个有没有放啊？你这样子攀它。来，我抹，一直抹，一直抹。有没有油？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油？你们自己看啊！你们用你们雪亮的眼睛来看一下，看到那个对比吗？130多位朋友有吗？有的话打上一个有给我看一下。你们想要知道价格的朋友打上8号，想要抢购今天的优惠价格打上8号。我今天只有60套，全部已经呢带走两包了的。要知道价格，要抢购价格，打上一个8号上来。OK， 打上一个8号上来啊！哎呦，这个画面真的是很美。
你要不要用这个布来抹干净它就好了 ，OK？ 抹干净。对，抹干净它，不然等下卖不出去了这个。OK， 那现在我用这个布来抹啊，要知道价格的朋友打上一个八号上来，我今天再重新报多一轮的价格给你们抢购。来 ，Thomas Dan 来，下午好，来 Thomas Dan 下午好啊。Daniel Wong 讲来，被闷蛋 ，OK， 谢谢你啊。那么今天你们就是有公开分享的话，我这里呢就会在24小时里面做这一个西马包邮给你们 ，OK， 做这西马包邮啊。来，现在呢我就准备去报这个价格给你们了啊 ，OK。那今天你在外面买的话，它是独立包装的 ，OK， 它是独立包装。那么当然，如果今天你们呢在外面买一片9.9块，那么今天一整包来讲12片就是多少钱？116块，对吗？小叶，116。那么今天你买一包啊，不用一个90块，不用100块 ，OK？ 一包里面有12条。如果你有公开分享直播，拿到的优惠价格是一包只需要60令吉。对，一包12片只需要60令吉。对，那么今天如果你们今天买上两包，听好好来呀、啊。两包更加优惠，两包需要120吗？不用。如果你买两包，今天只需要100令吉。对，100令吉带走。OK， 那么就是讲今天两包有24片，100令吉。你今天西马，你在24小时汇款，我做这一个免邮给你们，你买一包两包我都做免邮 ，OK？ 要一包打上 A 加一，要两包打上 A 加二上来 ，OK？ 茶叶给他们拍上银行户口。OK， 来朋友们啊，刚才有下单的朋友们来，可以直接马上安排汇款进这个户口了，因为在24小时里面汇款，我们做西马免邮费啊，西马免邮啊，记得在24小时里面汇款。OK， 然后记住，我们公司只有一个银行户口 ，Sagas Ravision Number 哈，321-527-906，大东洋 Party Bank。OK， 因为最近老千很多，所以你们一定要证清楚户口啊，看好好来，是不是我们公司银行户口，你们才汇款啊，朋友们。OK， 来先 screenshot 截图下来先。喂，那如果上来面交，亲手摸一下这个布，来看一下它的quality的，可以吗？来，可以啊。你先在直播打上 A1 A2 了过后，来直接可以过来面交了。我们店是在吉隆坡甲洞 Kagabong。如果你未来你可以用 Waze 或者你用 Google Map， 你们打上 online Kagimo 就可以来到我们店面交了啊。对 ，OK， 来呀 ，Can use wash car 可以，绝对没有问题。可以。可以，你看啊。它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已经有显示给你们看了的，你要拿来抹车，你要拿来抹电脑 computer piano 全部都可以，包括玻璃窗口全部都可以啊。那么今天 super microfiber 来讲，它是我们目前最好的布料来的，它是非常非常吸水吸油，所以你们要拿来抹任何东西它都非常细的。所以今天你要买一包就 A 加一，两包 A 加二，当然你们买两包会更加的划算一点 ，OK？ 你要来买一包啊。OK， 你要买抹车都可以的，因为他今天抹车的时候，他最主要不伤你们的车气，明白吗？不伤你们的车气啊。OK， 所以来现在呢，还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打上来。那么当然，今天这个 Super Microfiber 来讲，对吗？它是短毛的，外面你们可能有看到有些人讲 DIY， 他们那边都有卖，但是呢，之前有一个粉丝有发现了，它跟我们平时用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亲手摸过，你就懂了。它很柔很软，所以当你们呢在扭或者是在握住的情况之下是很舒服的，不会讲不舒服刺刺粗粗这样子，不会啊。那么今天当然你们在看啊，它是不掉毛，它不掉毛的来就是它没有任何呢是长毛的，你们在 DIY 那种便宜那种呢它是长毛的，当你们在抹的情况之下它会掉毛。而且很多人都问我它会不会用下呢会传一个洞，绝对不会。OK， 绝对不会呀、啊，明不明白呀、啊？哎呀，哎，我这里看不到 comment 了。来，高玉莹加二就是 A 加二对吗？可以，没有问题，我自己给你做记录一下。OK， 那来给我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留言啊。Alan Hun 也是 A 加二，可以，没有问题。然后呢 ，Carlo， 哦，我这转钱来我。来 ，Carlo 来讲哦，今天是没有的选择啊，排水。随机发送颜色啊，12片。对，它的颜色已经是有给你们四个卡了，给你们呢，帮你们挑好了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用了这一个，等下拿来抹到那种肮脏的东西来抹除啊，不会啊，你们可以自己呢去分类出来。颜色分类。对。看到吗？它有这个巧克力色、紫色跟蓝色、粉红色。
总共有四个颜色，你们可以分类呢，巧克力色拿来抹厨房油的东西咯。OK， 那今天这个紫色呢，你就可以拿来分类再抹其他的东西。可以啊，放在或者放你的车上一天，放你的房间一天，你全部可以放分类出来用。OK， 因为我们给你的颜色是随机发送，然后每一个颜色都会给到你们的。OK， 可以，你们可以分类出来用啊。How big the size？ 来，这个 size 来讲哦，它今天呢是一个三十三乘二十四啊。长是三十三，宽三十三 cm 的长，然后这个宽度是二十四 cm。OK， 一片就是这样大片，不大不小，刚刚好。嗯，刚刚好。所以呢，你们在掌握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用咯，你们明白呀？OK， 那今天这里呢，油份跟这一个石油我都示范了，所以这个是你们在外面你们买到的布啊，是用不到的效果来的，他们做不到这样子是完全吸上来，因为呢，你可能外面你们买的它的布料没有很好，所以当你们吸的时候呢，它没有完全有办法跟你吸上来，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明白吗 ？OK， 所以来大家，还有谁有任何问题的打上来给我指导一下 ，OK， 然后我会给你们。下单，记得下单了过后24小时汇款西马免邮 ，OK， 明白吗？那当然啦，记得一定要呢分享直播 ，OK。还有谁要下单的朋友，打上来，然后呢我多一个5分钟我就要关播了。OK， 来，安飞也是 A+2， 可以，没有问题，谢谢你安飞。记得公开分享哦 ，Y 风 记得公开分享直播。OK， 来呀。现在呢，小叶，你有准备那个粉了是吗？有。那粉的话，你也是吸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先。吸粉。来 Stephanie Chen 也是 A+2， 谢谢你啊。所以来，我们现在吸粉，就是当做是一个灰尘，因为你们每次抹东西的时候，抹柜啊、抹厨啊，还是抹电视机啊，是不是有很多那种灰尘的，对吗？那种灰尘来讲，如果今天你们抹，它今天呢就会呢给你们有那种飞粉的感觉，就是你会倒吸回你的灰尘。那现在来，我们做一做，喂，太多了，太多了，可以啦。他们看到吗？其实。我要做白色看得到，你吸上来就看到了啊。OK， 那现在来等一下，有粉啊这边。真的是粉来的、啊。这边呢有粉。OK， 来 CK 富也是 A+2， 来 CK 那么要下单的朋友快哦，因为呢等下我关不了就不算了哦。OK， 拿来。这个是普通，那记得那对哦，啥又忘记了哎。他们可以拿来抹那个什么神台这种香灰，对吗？那这里来讲它还会不会有那个粉呢？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还是有粉，看到吗？它还是会有粉残留在这一个桌板上的。来，我再抹，看到吗？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吸上来，所以当你们呢今天要重复性去抹回这个桌子多少轮？2到3轮才可以。如果你来抹那种香灰拜拜呀、神台呀，你要抹多少轮？对不对呀？那些灰尘那些你是要抹多少轮？那么来呀，现在这边也是有，对吗？来，我先用这个手给你们看，这有粉的啊。OK， 拿。OK， 来呀，现在呢？还会不会有残留在这个桌子上呢？我这边就卖给你们看了 ，OK？ 那你们不好像以前这样子，你们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干干净净，直接是干干净净的 ，OK？ 来，我再抹多一次给你们看，有没有看到？它不好像这一个这样子，会有残留那个粉状的东西在上面，所以你们呢每次抹东西你要用2次功，那么今天用1次功的东西，我们就不用选择用2次来做 ，OK？ 一次就搞定了啊，明白吗？干干净净，所以你们在家里做家务啊、打扫家里的时候，用这个布来抹东西，这个非常的好。对，来， okay? Hello 虎牙，Hello 云霄 ，OK， 来 Max Shaw 也是 A+2， 谢谢你啊 ，OK？ 啊来开到几点啊？我们是早上十点到六点，早上十点到六点每一天。Okay, 十到六啊，对啊，来 SS 数也是 A+2， 谢谢你啊。所以来，小编给我知道还有剩下多少包 ？OK， 还有剩下多少包？一包有多少条？一包有12条。对，一包12条啊。就是这样子，来呀、啊。12条，12条，12片一包，2包就有24片了，明白吗？对，
十二片一包啊，十二片一包。对，来，刚进来，来，可以，刚进来的话，你是想要看前面的示范的话，打上一个一号上来先 ，OK， 打上一号啊。那粉状的东西，酱油、油分全部都有做了，这个都是你们在家里会面对到的问题来的 ，OK。现在呢，你们可以做一次性，就不用做两次工，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好卖，它好用，你们不会用了过后呢，不会再回去外面啊去找那种普通的来用了的 ，OK。而且今天真的是很划算，厂家外面卖一条9.9块。他，你买12条就100多块，买24条就200多块了，对吗？对。今天一包来讲，它是批发优惠价格，直接是12条，一包60，两包更优惠。对。两包只需要100令吉。100令吉直接拿走两包。对。14条啊。来，我有没有买到？我有公开吗？来呀 ，iPhone， 你应该是还没有公开分享哦。OK， 因为你上面还没有 share， 公开分享就是你的那个分享的对象哦，你要是公开的，不要 setting 自己看。对。但是呢，我会帮你记录起来先啊 ，OK。来，抹玻璃会有毛毛的吗？抹玻璃来讲，来，我们现在找一个玻璃啊。玻璃。嗯。来一个玻璃，那个有玻璃的吗？那个是玻璃。玻璃盖子啊。那你是玻璃吗？对吗？你是玻璃吗？我自己买一个玻璃盖子来卖给你们看，因为他讲卖玻璃，他也是算是玻璃，对，来卖给他们看啊。你有洗了吗？不用怎样，你卖好先哦，因为觉得干净的你那一面。你看啊，现在撒一卖给你们看，来卖一下。它不会有那一个叫什么毛屑粘在上面的，你看到吗？不会，为什么？因为呢，它不掉毛，所以你不会看到有毛屑。你今天会掉毛的布，你才会看到有毛屑的。而且你看啊，竹纤维 super microfiber， 然后它是有经过那个磨毛那个处理了的，所以造成它是不会掉毛这个状况。对啦，看到吗？磨毛的处理，我的傻一讲，厉害哦。OK， 那么今天来讲呢，你看啊，这个来讲它是不掉毛的嘛，也不掉那个什么掉线，掉线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掉那些毛屑，你抹那些玻璃啊、镜子，你就会看到了的。哎，很油哎，这个，看到吗？你洗了吗？这个还没有啊。很臭哎，我在这边闻到会要呕哦。哎呀，矫情。你就矫情。所以有看到吗？Stephanie Chua，OK，、okay, 来 ，How much to post to Saba？ 来，如果今天Saba来讲的话，你买一包是12块的邮费，你买两包直接是20的邮费。如果你是Saba的话，我建议你买两包啦。我建议你直接买两包 ，OK， 来汇款了，谢谢你 HW 汇 ，OK， 谢谢你啊。再来大家，还有谁要下单要汇款的打上来 ，OK， 我不会公开，我可以买吗？等下去拿可以吗？可以呀、啊，可以，但是呢 ，OK， 你可以 tag 你的朋友3个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等下你来面交了过后，我叫我们的客服帮你就是帮你去分享都可以。嗯，可以啊，你可以直接过来，但是记得不要太迟啊。啊，不要超过6点哦。对，6点最好是在6点。对，6点里面啊。再来，大家还有没有任何问题要问我呢？没有的话，我就要准备关播了。我还没玩，就没有见晕了。哈利现在慢慢的。爸来，昨晚太激情了。那个灯。啊。不了呗。还好。不习惯啊，第一次在这里。不是啦，那个灯啊，很热啊，很，怎样讲啊？黄色灯很，就是照着哦，它会很黑啊，很狗这样子。哦。OK， 所以来大家，如果没有今天没有任何问题呢，我的直播就差不多了啊。嗯，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拿到这个酱油来喝噻。你傻了。虎牙跳出来看一下，不要了，我要玩了啊，快看看。因为这里哦，我们啊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了，哇，来到这边就是很美，但是站久一点。会要晕晕的，来，等一下我去你啊，你叫我怎样公开？可以啊，没有问题，歪风，可以，等下你过来咯。歪风有在直播下单了是吗？等下你过来就可以了咯。嗯，直接过来就可以了啊。6点前过来 ，OK。嗯。所以如果其他人要面交的话，可以也是直接有下单了过后，你们可以直接过来。
我们的店是在吉隆坡甲洞的 KL 个泵，你们可以直接用那个 Waze， 你们搜索 Online Gakimo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店了的。OK 啊，谢谢你，来不用客气啊，来，老爷我要管。你看啊，刚刚我本来一脸，开播的时候一脸好像很厉害了，你看现在站久了，那个汗太多了，有点要慢慢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没有任何问题呢，我们的直播就差不多了。OK， 所以记得你们有公开分享的话呢 ，OK， 你们等一下可以拿优惠价。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加单，你可以问小编还有没有现货。OK，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OK，、谢谢你们，拜拜，拜拜。